这是一个很大的 project， 然后借着这一个 project， 我买了一张，得到了一张回去卑南的票。这是最最遥远的故乡，但是我们祖孙两三代可以在这个影片或者是在这个节目里面，我们一起去重建一些我们的梦。一直是被人家称为卑南族的孩子，但是我在台湾族区长大，那么在阿美族区出生，就越过了这个卑南这个牧区，一直没有在那边生活过，但是那个精神一直在，就是从爸爸的口中的卑南，爸爸的口中的巴拉冠，还有爸爸的口中的卢森堡。接着跟不一样的族群，甚至可能我们以前说你们都是摆浪哈，摆浪就是拍浪，玲珑拍浪啊。接着这样子新的一个合作，这可能真的是也早就应该要打破这样的藩篱，大家可以有机会彼此欣赏大家的不一样，然后共同创造出来。创造出来要做什么？因为台湾如果只有原住民好，那不是很公平。只有你们汉人好，好像也不是很好。如果我们可以共同一起都很好，接着从音乐、从戏剧的合作开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交流的经验。叔叔，讲话像吗？叔叔刚讲多了，没有啊？因为这次，因为我看了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很感动，就是那个张大哥四三，就他们就是为了南王的这些音乐人，然后回到音乐。回到南王里面，然后回馈给族人这样子，然后让全世界，让大家都认识南王的音乐，原住民的音乐，更能让更多的人尊重原住民的文化，原住民的人跟所有的事情这样。谢谢曾大哥，谢谢，谢谢小军。